没事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今天也在努力练球，争取早日完成小目标。啊！没事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真的不好意思。赶紧趁机推销。我是陪打，您需要陪打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今天自己练球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？还是花钱消灾。打一个吧，打一个吧。真打。 也在下午就行。您先坐一下，这腿好的够快的。啊，好吧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那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业务啊，一到十元一局。有点贵了吧？看来不好骗。要不您先来一个一块的，先试试。看看我真诚的眼神。先打个5毛的吧。这么低呀？入眼觉得好痛。我什么也看不见。 行吧，先收费后开打吧。先开打再说吧。没事，没事。到账5毛。收到了，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买球。赶脚上了贼船。你好，球摆好了，5毛的话是我先开。啊，你开吧，你开吧，没事没事。总觉得怪怪的，真的有点迷茫。开球有劲，那我就继续了啊。你继续。他怎么好像很想走？ 他又在弄啥呀？看他脚走路蛮正常的。突然不记得今天来干嘛？让我研究一下怎么秀。啥情况？这么快就打完了？你好，5毛的服务结束了啊。你的脚不痛了吧？那我可以走了吗？ 哦哟，又来这一套，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点个8块的缓解一下疼痛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也是先收费哈。到账8元。好，收到了，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买球。除了这个老六。你好，球摆好了，8块也是我开好。你开心就行。哎呀，没劲，到你了哈。居然还用我的手。用这一根杆哈。 帮您擦一下巧克粉，这反差有点大哦。8块的服务不一样的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温柔的。看来，您继续。哦，浅露一下实力。这么好啊！出言被奉承，有点害羞。笨蛋，都被我看到了。 好球，好球！嗯，这就有点难打了吧？意料之外的，还挺好玩。哦，再鼓掌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他怎么脸变得那么？看来是个经常练。 小赢也算赢，再来一局吧。不打了吧？你脚挺严重的，都肿了。没啥感觉啊，不会是最近又吃胖了？我家有些药，要不去我家处理一下？这不方便吗？方便方便。这不好玩。